东首部指导电影受邀担任第25届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国际影展的开幕片，26日也正式举办欧洲首映。导演柯震东特别带蔡凡熙一起到意大利出席，但两人在行前30个小时因为太紧张焦虑不已，直接失眠胃痛。而当电影结束后已经接近半夜12点，不过现场的位子却是全部坐满。电影结束后，影迷们更是鼓掌长达3分多钟。影展主席更邀请柯震东及蔡凡熙起立接受大家的热烈掌声，让他们又感动又惊喜。散场后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影迷争相和柯震东、蔡凡熙拍照及要签名，可说是相当受欢迎。他们对柯震东第一次的指导能力以及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赞誉有加，也让两人松了一口气。